在今天的场上要进行的是国中女生100公尺跨栏决赛的部分，倒次介绍。第一道复兴国中黄宇轩，第二道东山国中李新宇，然后第三道头城国中陈义杰，第四道头城国中阮林轩，第五道苏澳国中钟丽婷，第六道头城国中周子宇，第七道头城国中陈义佳，第八道大同国中陈思宇。好，勉强出发。今天场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国中女生100公尺跨栏决赛的部分。暂时取得领先的是第四道、第五道，代表头城国中阮林轩，苏澳国中钟丽婷。好，第一名的参考成绩16秒71。